湖北慈济人在中秋佳节来到境内三所养老院慰问长者。现场能看到非血缘关系的三代同堂。还有老人家与青年志工的音乐交流。当然也少不了老奶奶的民谣时间。真诚的陪伴，再加上一份诚意十足的月饼，圆满了长辈心中的中秋夜。台视新闻之声美志工齐言刘晨周礼燕湖北报道。